当着兄弟面展示家庭地位。拖鞋呢？怎么连眼镜都没有呢？来，先换鞋吧。前天刚回来，远吗？怎么？要不要给您倒杯水啊？还用问吗？你看不见杯子空了？嗯，服了。可惜，这有啥的？来，喝水吧。谢谢啊。你先吃点水果啊，我先去做饭。哎，出去吃，做个菜弄得屋里都是油烟，闻着味儿烦。现在不会了呀，我才换了这款油烟机，来，一点不跑烟不留味，他们是厨房，就算爆炒也不会满屋油烟味了。这么能洗，油岂不是更难清理？像上次我擦一，我看你清洁油烟机就花了一整天时间。它是无油网设计的，做完饭一抹就干净了。那正好，那你尝我老婆手艺啊。你们出去等我吧，很快就好。吃吧，来。怎么就这么俩菜啊？够吃了，够吃了。还没做完呢，你们先吃着，一会儿就来。吃饱了？嗯。看什么呢？还真让我来收拾啊！拜拜，慢点。好了，宝宝演的辛苦了，这次我可老有面了。我没跟你演啊！你这样好 man 啊！你以后就这么跟我说话，我特别喜欢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以后你就得那样，特别男人啊！那，你给我倒杯水去。